哈尔滨呢，并非是我的家乡，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有时候啊，不经意地走过这座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恍惚间，总感觉父亲伫立在街头看着我。我一直在追寻一个答案，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卓绝和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内，珍藏着一副特别的书香门板，上面刻着八个大字：运丝出奇，横扫千军。很难想象，这是近百年前一名十几岁的少年所镌刻的。这副书香门板的主人就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李兆麟，未到束发之年竟道出如此豪言壮语，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怎样造就了这位民族英雄？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漆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下，上海工人和学生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不料英国巡捕突然开枪，子弹横飞，血流遍地，五卅惨案震惊中外。很快各地纷纷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反帝怒潮迅速掀起，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号召全国民众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斗争的募捐活动很快开展到了今天的辽宁辽阳灯塔市华子镇小荣关屯。人群中15岁的李兆麟悲愤交加，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肆无忌惮的暴行激起了这位爱国青年心中蓄积已久的怒火。这是李兆麟第一次投身反对帝国主义的汹涌人流。大家来到李兆麟故居，看到今天的故居面貌，正方三间，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年轻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对于一个已经94岁的老人来说，故乡是真的再难回去了。闲暇的时候啊，我喜欢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看看我和父亲共同的故乡，辽宁省灯塔市华子镇的小云关屯。1910年，我的父亲李兆麟就出生在这里，特殊的社会环境成了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他家乡的地方，这个辽阳的地方呢，过去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个所在地。他每天看着那些日本人，穿着大皮靴，扛着枪，这个举着旗，在大街上哈横冲直撞的，他就非常不满意。他就说过这话，他说那个日本人在你自己家过日子不好吗？你跑我们这国家来干什么？就从小他有这种思想。1905年，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告终。之后日本取代俄国，攫取了包括辽阳在内的南满地区控制权，其中辽阳成为日寇重要驻军地。日寇以所谓保护铁路侨民为由，残酷镇压无辜民众，
李兆麟深切体会到了人民所承受的痛苦。我记得日本那个演习吧，在咱那屯子路过，那是吓到什么程度啊？我然后就跳河里去了，来河里待着，那个脑袋就怕到这么程度。而且怎么的，中国人随便他们可以杀了，都不管。你说恨他不恨他？目睹这一切，少年李兆麟立志要为国效命，赶走侵略者，夺回河山。他在自己心爱的书香门板上刻下“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这份强烈的救国之心，在笔刀入目的瞬间，也如同一粒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刚上任两个月的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一场事关满蒙问题的东方会议。会后传出，田中义一向裕仁天皇呈上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悍然提出，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当中国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号称东北王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驶至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三洞桥时，被日寇炸毁，不愿听命于日本的张作霖遇刺身亡。日寇一个又一个的侵略行径，深深刺激着李兆麟的神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成为19岁的李兆麟想要急迫实现的理想。然而，通向光明的路在哪里？苦苦寻找中，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一个远房的姨父叫张一厚，当时在北平上学，是个共产党人。他姨父经常会给他从北平啊弄一些革命的书籍啊和一些材料给他看。到了30年，他就按捺不住，他决定要到北平去追随他的理想。他母亲非常支持他，把家里的一车黄豆卖了给他做盘缠，他就坐上火车就去了北平。门头沟位于北京市西郊，这片满目苍翠的土地曾是有着千年历史的煤矿区。上世纪30年代，这里的矿工遭受着中外资本家的严苛剥削，就是在一处处暗无天日的窑洞里，李兆麟用微弱的光开始点燃一个个受尽困难群众内心的希望。原来，来到北平后，李兆麟便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任骨干的抗日民众救国会，在门头沟的这片煤矿区开始了抗日宣传和革命书刊的发行工作。他提着个皮箱子过关卡的时候，伪军收他东西，他就临危不惧，像个公子哥似的，这是谁谁谁个让我带的，一点面不改色。那个伪军看了以后，他不敢打开的，最后他就把那箱子带过去了。无数次与危险擦肩而过，李兆麟切身体会到了革命的艰辛。但是当看到有更多的民众觉醒，他倍感自豪。1930年，李兆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在李兆麟的抗日宣传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
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奉天北大营驻扎的中国军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驻扎东北的十几万重兵任人宰割，一夜之间东北重镇沈阳沦陷。第二天，以本庄繁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驻沈阳。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起，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决议，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通电，提出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从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严正立场。十天后，由流亡关内的东北爱国同胞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迅即成立。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荐下，李兆麟毅然加入这一组织。抗日救国会成员在画有东北地图的旗帜上奋楷签名，立下抗日救国的誓死决心。时隔九十年，这面历经岁月洗礼的签名旗帜，无言地诉说着那个时代中国人发出的怒吼。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李兆麟意识到，民众的游行示威无法抵抗侵略，要想胜利，必须要与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他就向组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能不能够哈派一些人到我们家乡去这个组织义勇军呢？我们家乡那边这个义勇军非常火热，党的组织也就是啊这个因为他的意见是可行的，经过考察让他们去。1931年底，在共青团北平市委工作的胡乔木，根据党组织的部署，派李兆麟、张一侯等回东北组织辽阳一带的义勇军。1932年2月8日，李兆麟等人肩扛重任回到家乡。1932年3月，东北民众抗日第24路义勇军成立，拥有1000多人，活跃在辽阳一带，相继消灭了反动武装洪盛团、南大会，活捉了日本矿长九流岛，多次破坏日军的铁路交通。在实际代行指挥李兆麟的率领下，这支义勇军很快成为辽阳一带具有影响力的抗日队伍。他这个思想政治工作是特别见长，最初他在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说这点上他的鼓动就非常有力量。随即一个更大的计划开始在李兆麟心中酝酿。本庄繁，日本关东军第九任司令官，在1932年8月28日这一天，内心却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8月28日星期日，雨，土匪袭击飞机场。被本庄繁误称为土匪的就是抗日义勇军。8月28号他组织24路义勇军和21路义勇军攻打沈阳，当时叫奉天。当时针指向23时30分，李兆麟策马疾驰，率领第24路义勇军从南门一举突破日军关卡，冲入沈阳城内。这时候，然后李兆麟就
领着这个部队就开始往东塔机场冲，主要是攻打沈阳的东塔机场。东塔机场是当时是那是日本的军事要地，都是他的战斗机啊。义勇军趁日本关东军来不及反应，迅速捣毁日军机场设施，瞬时间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把机场的飞机这个烧了，把这个火药库打开了。这个日本人吓得够呛，因为他没有准备啊。在那周边的汽油库、弹药库还有枪械所，有很多这些东西就都给捣毁了。本庄繁日记记载，半夜土匪约百名袭击兵工厂及其他设施，烧毁一部分飞机设施。文件记载烧毁了七架飞机，也有说烧二十多架飞机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圣经时报于1932年8月30日整版报道了相关事件。惶恐不安的日伪当局特意发出告示，将城门启闭时间由原来的早4时开晚12时闭，改为早5时开夜10时闭，以防止抗日义勇军再次袭击。这支队伍虽然多次对日伪和关东军进行袭扰，但由于政治上缺乏明确斗争纲领和左倾思想影响，军事上缺乏统一指挥，加之日寇围剿力度增强，不久东北民众抗日第24路义勇军溃散。队伍溃散，战友离去，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李兆麟复杂的心境。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兆麟决心即使是丢掉性命，也要在没有路的地方重新踏出一条路。本溪，辽宁省东部城市，当年是安奉铁路的咽喉。早在一个世纪前，这里就建起了煤矿、熔铁炉、发电所、机械厂等重要工业企业，而这一切的幕后操控者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了在工人中开展反日活动，中共奉天特别委员会派李兆麟到本溪煤矿工作。这里敌人统治严密，处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要想开展抗日工作困难重重。他到这个本溪去做这个矿工，亲自去下煤窑里去这个干活挖煤啊，这个推这个轱辘马子车，这也学习这个放炮怎么这按这个什么雷管什么学到这套东西。接着中共奉天特委又派中共地下党员侯鑫、孙以泰来到本溪，他们三人成立了中共本溪矿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麟被选为负责人。李兆麟等人一边从事繁重的劳动，一边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把进步工人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很快地建立起秘密的抗日救国会，会员发展到300余人。下煤矿跟工人一块儿挖煤，做这些人的工作，但是他得了严重的肺病，吐血了。文件记载他得的是肺病，实在坚持不了了，以后组织决定让他回到沈阳去，就当时奉天。在奉天的特委这个做这个军用工作。在沈阳的家里头，是我和父亲相聚的短暂的时光。尽管呢，父亲身患疾病，但父亲的抗疫救亡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想起来呀，
4岁到5岁我就记事儿了。那些啊，叔叔、伯伯，他们都是为了抗疫来到我们家，把我们家作为什么呢？作为联络点儿，作为抗疫的一个基地。1933年2月，李兆麟被党组织调回奉天，住在小南关。为了不耽误工作，养病的同时，他把家作为党组织进行秘密活动的联络站。当时祖孙为了掩护身份嘛，就把他的母亲和妹妹接到了沈阳，这个作为掩护，照顾他的身体。然而没过多久，因叛徒出卖，中共奉天特委遭到破坏，随后敌人开始了地毯式大搜捕。我的亲姑爷、亲姑姑、我母亲、我奶奶都叫日本给抓去了。我父亲呢，为什么没抓去呢？这个老底太太就在门口那儿坐着，是我爷爷的同学的老伴儿，有点亲戚，他没暴露啊。他一使眼神，我父亲就走了，就没抓他。李兆麟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坚持了40多天的工作，但由于和当地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加上叛徒特务的监视，使他无法在奉天继续活动，所以决定去哈尔滨寻找共产党组织。不，他们把这个，我下去。那小礼堂那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他一定改变了。